Breaking 的海选，那么我们在那边浦发广场的舞台呢，刚开始是 Breaking 的海选，Breaking 海选完了之后是 Hip Hop 的海选，请所有参加 Locking 跟 Popping 项目的选手呢，再到这个舞台，或者想看 Breaking Hip Hop 的可以去那个舞台。